认为郭志伟的主使者就是莫继平。是不是你蛮凶杀人？我先生詹国煌只是人头，我跟他之间确实有点意见分歧。就把莫继平列为关系人，我正式委任你担任我的律师。你在威胁我吗？那请问李董能不能给我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？因为我投资他很久了，就跟投资你是一样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《王牌辩护人》东森戏剧台。